由铝线来做变化的一个这个架构型的一个组合技巧。那它当然是铝线为什么会适合跟植物组合，更主要是因为铝线它不会生锈啦，它比较容易做型等等。那今天要跟大家要做一些问卷调查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有编过龟甲网的举手，那就好，一二三四，四位同学好。然后再来就是，你们今天参加这场比赛啊的目的，是为了要就业的举手，跟就业相关的举手。没有，那我们随便教。好，因为差别在哪？差别在说，如果你今天要就业，我这边就特别要求一些更低调的一些技巧。那对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？那基本上的话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不管你的比赛目的为何，那你也不需要去跑每个人